2月26日，有网友看见陈乔恩与一男子在美国度假游玩，两人举手投足都非常亲密，看来默契感十足。从网友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这位男性有人身穿红色羽绒服，一身休闲打扮，颜值也非常帅气。他们这般亲密，有网友猜测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呢。有粉丝说这名男子是演员陈正飞，陈乔恩的好朋友。前不久教主陈乔恩在微博晒出自己在美国游玩时候所拍的风景图，巧的是陈正飞也在微博中发了自己去美国游玩的图片，看来两人是一起出国旅游散心了。陈正飞是影视歌夺旗艺人， MTV 当家主持，因为阳光帅气的外形，纯正流利的外语，让他成为活跃在各大时尚圈的主持人，并被人称为双语王子，看得出两人关系真的十分要好。陈乔恩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还专门请他来当自己生日宴会的主持人，陈正飞也多次在微博里晒与陈乔恩的亲密合照，能和女神关系这么亲近也是让人羡慕。那么从朋友变